拉达来看看我们到日本的花车。哇，真的是满满的人山人海。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可能来这里玩上瘾，因为我发现好多人头像其实有里面周边商品。哎，不对，也有可能刚刚他们提早来，然后就在外面买了，对不对？在外面买的。外面刚刚有商店，好像是。发现今天大家其实也都看得挺准时，但是老实说，人潮没有我想象中的多。我记得开园现在好像通常都是8:30到九点嘛，是这样吗？好像是吧。8:30到九点，然后呢，我们差不多7点多的时候到。然后现在我已经差不多快进去了，所以我觉得没有我预计中就是人那么多，可能刚好也组队时间吧。我现在有点紧张，又有点兴奋，因为第一批已经进去了，经常开始听到一点叫声了。你就要说一下，所以有没有什么想玩的？没有，除了会长的，其他都敢玩。其他都敢玩全部吗？对啊，包含那个听说最可怕的那批那个。对啊。好，那我等一下看你玩就好。行吧。钱都花了。可以吧，任务就是，对啊，今天任务就是来去买买买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先排队，待会先这样 ，Go！ 耶，进来了！哇，看这个云霄飞车，有点可怕，但现在还没有人搭，来准备进去啦 ，Go Go！ 刚刚第一站马上先冲去买星星，我超怕，我第一个我真的超怕，就是买不到星星这件事，所以我第一个先冲去买。重点是我家蹦床也蛮不错的。你家蹦床在买法裤哦，感觉大家一进来第一件事情就先打扮自己。你就找那个熊熊法裤不是吗？这是什么法裤啊？对呀。好，先让我刷屏一下，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。耶，到了第一站。听说这好像9点多就开始卖了，所以我就想说先买排这个。听说这是一定要吃的，马里奥的餐点，不知道它是松饼吗还是什么？我们先期待着它开放喽。好不好？在等待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刚刚忍不住在路上，我就先买了一个那个法裤。小小兵，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知不知道，就是小小兵的手上好像都会抱一只小熊熊，然后这就是他手上熊熊的法裤。我发现他的周边商品都出得蛮可爱的，所以我等一下来去买啦。哇，超美的！我发现它其实是松饼，然后中间夹满满的就是鲜奶油，然后底层的话呢，它有一点点的，像草莓的话，那红色马里奥的话，那个就是里面有加就是草莓酱这样子，然后上面还有满满的水果，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水果都蛮甜的，我觉得整体来说还蛮不错的，我来买。入场前先吃，这样等一下真的是坐晕的话，还有东西可以吐。来吃吃看它什么味道。味道其实蛮咸的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，蛮香的。主要是它好像那个好事多里面的鸡腿哦。后面的飞天翼龙，大家已经听到那个声音了，但是我没有拍到，看起来就很可怕，感觉就会掉下去。为什么要这样子为难自己呢？其实我有点不太懂，为什么？好吧，为难自己啊，不要一起啊，可以不要吗？一玩就好了。看完我觉得有点可怕，这是一次玩定位的东西，大家可以吐就对了。
才走没多久，马上就看到要排队，大家应该都是要去买手表的吧？怎么办？我现在有点选择障碍，我觉得我等一下会犹豫我要买什么。我想问哦，大家大部分最常买的是哪一个角色？我猜应该是马里欧跟路易吉，我猜。好紧张哦，这整路每一个人都有 cos， 没有有没有没有，到处每个都有 cos， 好像很多女生来就是环球都要穿制服。那我想说我也应景一下，所以我就穿了制服。等一下这大排长龙，人超多的。耶，完了，进入马里奥世界啦！穿入水管。好紧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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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紧张。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变得好小哦，太帅了。其实我觉得买快充真的是还蛮不错的耶，因为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，排队的人头真的有点久。基本上一个游戏要排一个小时的话，我觉得我脚绝对会断掉。好啦，听说里面玩的时候不可以排，我等一下再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里面玩的心得吧。Come on。
会不会有然后马里奥赛车啊？来玩这个就是直接变升级成动态真实版的马里奥赛车。哎，我觉得它这个有一个东西超屌，就是它后面有一个超级新型的男一环节，它整个这个是很多冲击感。对，因为它是会跳很多个场景，然后它场景有精心布置之外，它会跟随你眼镜里面的那个画面。那主要一台车就四个人，但在玩的同时，隔壁还会看到别人。地方好像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草的味道，它不是一般的色素，烤烤面面包的概念。它料超级多，一颗差不多4-800。前胸贴后背，脚都快断掉了。今天排最久的，就是到目前为止排最久的，就是那个餐点。我们现在走的就是丛林区，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？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有鹰马的出现？应该是没有，我想太多了。我好像看到了哈，那个学院吗？还是火米村？哇！